林佑馨，请接受一号机的考验。Action！ 什么？敢讲志明讲的代志是真的？我无讨客兄，其实我嘛感觉这个代志是有可能是真的。伊已经足久的时间，无要教我买可乐啊。我感觉顶届该买可乐的时阵，应该是17年前。我即马若是要该求欢，伊逐摆都讲伊身体无爽快，拒绝我，我会磕头。即马拢已经变青蛙，表情太恶，表情。暗时啊时阵，无代志拢跳出来外貌乌白喷，跳来跳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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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部拢将我当作是武棍阿伯，谈谈谈谈谈。好，既然伊敢讨客兄，安尼，我对明仔载开始，对我甲隔壁迄个村头啊，两个好起来。嘿嘿，村头啊，人讲食又去过目睭，食这老板的经验知识拢赚。虽然村头。已经80几岁，但是我相信我两个人买可乐一定会足欢喜的啦！哇，他最后悲从中来啊！就怀疑你结果你在那里哭什么呀？意见，宪哥，为什么他你讲春桃，他一直看我？而且讲 UK 他看小金，对，然后春桃80几岁就看你。什么？我就是春桃，他不是春桃。他有先看他，他发现他不是，你才是。姓郭嘛，加个姓简，不是吗？简春桃啊。喂。